既然大家都想要这个全新的纪念礼盒，那咱们是比试一场。怎么比试？我这里有一张紫色的 GP 卡，特地叫奥特曼。你们谁有比他更厉害的牌，那么这个卡盒就归谁。紫色 GP 卡，我这从来都没见过。如果你们没有，那这个纪念礼盒就是我的啦。我现在没有，但是我可以猜呀。现场猜卡吧。没错，我现在就猜一个出来，绝对比他的大。猜这包看看。黑钻卡迪迦奥特曼 ，CR 卡欧布奥特曼 ，UR 卡黑暗浮士德，HR 卡维克特利奥特曼，XR 卡泽塔奥特曼，就拿你去比拼了。XR 卡泽塔奥特曼，该比你的 GP 卡大吧？你这个XR 卡怎么就比我的 GP 卡大啦？你这XR 卡满大街都是，怎么比得过我的 GP 卡？没你的厉害啊！没有。卡都比不过 GP 卡，看来还得看我小小的了呀。WCR 卡泽塔奥特曼 ，WCR 卡贝利亚奥特曼 ，UR 卡亡灵摩尔德 ，GP 卡贝利亚奥特曼，最后一张一定要高等级卡呀。OR 卡邪恶迪迦，这下我赢了。我出个邪恶迪迦。什么？我这个邪恶迪迦总比你这个紫色 GP 卡大吧？所以这个礼盒是我的啦。等一下。我这还没拆呢。就是，你也太着急了。说不定多多也比邪恶迪迦大呢。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拆了才知道。哇塞，这是一个奥特曼纪念册。看看下面的，超阿卡赛罗奥特曼 ，CP 卡奥特人造机甲赛罗 ，SHR 卡风马奥特曼 ，OR 卡迪迦奥特曼 ，USR 卡迪迦奥特曼。我的这一张，你们绝对。